另外，这个议题是针对埔主持污水下水道以及工程，包厢将废弃石头等物件，但是要到我来无法度清理，以及工人伫施工的时阵，将接水管的钢木头轻采接，甲雨水管也接入污水管内，造成大雨来袭的时阵，一时无法度排出，而造成污水自下水口倒灌入去厝内，造成明远四起。为此，议员陈义甲今仔日总结顺的是。强烈的要求水利处停止积极工程的发包，同时也要求水利处马上做善后处理工作，幸好市民一个清气的家园。埔主持污水下水道一级工程施工过程当中，道路灰尘点啊干了后，凹洞的路差高达五至十公分宽，对着骑单车甲机车用路人来讲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当时大雨侵袭的时，雨水又搁倒灌入去厝内。现在民众愤怒向议员陈义甲陈情，今日大雨侵袭了后，伫清理水沟的时阵，发现大量的工程废弃石头等等的物件。当时工人伫施工的时阵，水管的钢木头嘛占。对，造成污水无法度顺利排出。另外，家庭水管有三支水管，一支是雨水管，一支是厨余的水管，一支是马桶的水管。你雨水管应该直接接入去水沟对当。你包厢为着方便，将雨水管也接入污水管内底。对厝大雨来时，一时无法度及时的排出，才造成污水自厝内下水口倒灌。这个落去改善，你一己所有。无法度接受这个原因啦吼，是，包括水沟内底装啊甲，要安怎清出来？你去想办法，吼、哦，包括你的塑胶管的钢木头，嘿，怎啊拢，怎啊过贵啊吼，拢搁放离啊，处理了全是随时等你看吼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包括咱的雨水管，是毋是爱甲伊分离？吼、哦，你这个物件做无好，本身等下甲你讲。完，破住不爱往你这里，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啦。那本身也得整个它本身的工程上面，它还是有它基本的品质，不是没有啦。但是也是结合较好较好的所在。议员陈义甲强烈要求管府限期完成善后工作，以外也要求善后工作要未完成的时，管府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考虑暂停积极工程的发包工作，幸好埔主市民一个公道。同时，未来伫施工的时阵，管府水利处应该时时监督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的工作，唔通搁再乱七八糟来施工。最新新闻，就来是嘉义县蔡宏报道。